马洪祥讲，美国这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后个月会访问台湾，等于对咱台湾的支持。按隔壁个总统拜登是表示，军方认为讲，即马即个时阵这行动唔是好主意。啊，拜登呐讲着讲，将有可能伫未来这十天，会含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外团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后个月访台，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亲像对这件代志有所保留，佮表示可能伫十天内，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The military thinks it's not a good idea right now,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status of it is. What about the President Xi, Senator? I think I'll be talking to President Xi within the next 10 days.而且分析，针对佩洛西访台，中国除了伫外交表达抗议，也暗示解放军可能会有所反制。美国不希望造成美中军事紧张，甲两岸军事冲突升悬。刘伟认为，朋友之间的往来，未当随在和恶者出兵来决定。佩洛西他的出访，国务院应该并不是那么的反对，只是正好遇到可能会在习近平跟拜登通话的前夕。所以这事情突然变得比较敏感一点点，而且很明显就是，美国的军方应该会感受到更多中共解放军那边的压力，所以军方的反对态度变成拜登脑中里面好像是最主要现在美国在顾虑的因素了。台美之间的互动，中国的恫吓是常数，如果把中国的恐吓变成台美之间往来的重要考量或决定因素的话，那下一次中国将会变本加厉。针对将要搞的拜协会，学者分析，除了拜登甲习近平将主角关系俄乌战争伊朗核武定义题，记者综合报道。